说我头发变直，它很无聊哎、欸。这个行业嘛，就会变很多，因为他人就会一直唧唧歪歪、唧唧歪歪说我烫卷什么之类的。喜欢烫卷，对。小孩不是我想生就生得出来啊，顺其自然，有就来吧。昨天跟我家人吃饭，送了支很贵的酒给我爸，5万多块，拿了一支限量的酒。去餐厅之前，我还想说，我到现场我一定要先叫我爸先开来，因为我如果先跟他讲这是限量的话，他应该会留到嫁女儿或者是娶媳妇的时候才能喝。昨天的那个父亲节活动，男友有去？没有啊，他有爸爸，他也要回家吃饭，爸爸会嫌弃他酒量太差。谁太差？他们两个都很厉害啊。他酒量很差，没有，他酒量还不错。跟爸爸不相上下。对对，所以他们一起那个比酒量啊。没有刻意比，但是就喝得蛮尽兴。把他们留在一个空间，他们是可以相处。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你陪。因为你在，对对对对对，不会尴尬的那一种。爸爸会希望我们躲在旁边吗？不会，因为就是。毕竟自己女儿能够不要嫁出去就不要嫁出去，还没有下一步打算的话，好像也没有必要结婚啦。就这样，现在也不错。确实，你还没有想要结婚。小孩不是我想生就生得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还是交给老天爷了。有就有，没有也不强求。所以你也不建议说，如果万一先有了宝宝之后，持续是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觉得就顺其自然，有就来吧。他得奖的时候，你有庆祝？我觉得我们不用太刻意庆祝，没有特别啦，就是只要能够一起待在家里，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。得奖那天，他台上是忘记谢谢？不是不是，因为我们有聊过，然后我觉得他这样子做很棒。要避嫌。对他应该要谢谢的，其实是。台上讲那些剧组，然后就是那些长辈们，然后家人。说真的，我没有帮到他什么，所以我觉得在台上谢女朋友有一点太过。但他上台还是有忍不住跟你对话。他就说我头发变直，他很无聊哎、欸。这个行业嘛，就会变很多，因为他人就会一直唧唧歪歪、唧唧歪歪说我烫卷什么之类的。喜欢烫卷。对，然后所以太久没看到一个礼拜，然后再看到头发就变直了。阿森，你不是觉得哦好甜蜜，还是硬要跟你跟对话吗？我们的相处方式比较偏互相，就是酸对方的那一种。有啦，还是很甜啦，唧唧歪歪，唧唧歪歪。